사우스. 好多喺外地工作嘅朋友咧，经常我都喺外面解决三餐嘅，味精食物啦，加工食物，再加上工作压力，自然人啊都系短命啲嘅。想唔要咁快瓜，就等我带你远离垃圾食物同埋工作压力啦，俾自己嘅身体向毒素 say no 两日位。呢个咁正嘅地方就系响芙蓉嘅不丹花有机农场啦。有机农场，农场都鸡噶？系有机啊，唔系有鸡啊。咁即系冇鸡啫。同你讲细气。喂喂喂喂，咁有冇鸡噶？吓，到咗噶啦，招牌都冇只，因为呢度净系开放俾有缘人知啊，绝对唔系你话嚟就可以嚟噶。知恩巴比，又唔系话巴闭嘅，只系你必须要向布达山嘅主人郑先生预约先可以嚟玩啫。而且郑先生仲会事先同你讲清楚呢度嘅特色，如果你唔系真系想体验农场生活嘅话，郑先生系唔会招待噶，所以话郑先生系志在分享。系要俾我 B 四，睇咩啊？四啊，四啊，唔吸唔得嚟嘅，唔吸唔得嚟，夜晚照顾唔到嘅。有嗰种大盒 feel 啊，喺做住客栈咧嗰啲 feel 啦，系。喂，温利明，仲喺房做咩啫？呢个农场咁正，放低咗嘢就出嚟行下啦。啊，顶阵先啦，系啊。哇，呢度感觉好正啊！系啊，好耐都未试过咁放松啦。这个农场的设施都是由郑先生亲手监督和建设的，所有设计都和大自然融合为大前提，简单重朴，一草一木都充满心思啊。因为本身是重置建筑的，所以用料都很讲究的，有些木材甚至远到去印尼买回来，而且由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，郑先生还说会继续扩建和改善。如果再叫多几个好朋友嚟一齐饮茶吹下水啊，你话几写意几舒服呢？唔会啊，好似而家咁享受宁静得几好啊！啊，咁系。咩啊？贝哥噶喎？识唔识过你？你剪翼啊？你有 feel？ 很希望黑暗时代喂。阳光在黑暗的时候出现啊，真美！冇阳光啊，冇阳光啊！你都话黑暗嘅哇，好似喺童话世界入边咁啊！再行行下，参观下农场，再喺呢个亭摊头下，都释放咗好多压力啊！而家我心情就好似挂住呢个字画咁，一日清闲，一日福啊！好啦，叹完杯茶之后咧，又要拜访呢个农场嘅主人郑先生啦，真正开始我哋嘅农场体验啦。我哋而家就系去紧养羊，喂羊啊！啊，喂羊，边个讲嘢？忘记，真系一人同我讲嘢啦。饮奶呀、啊？好咩啊？喂，黎明，我都话啲羊好白噶啦，见到陌生人啦，个个都走嚟白下噶。啲羊欢迎你啫，又有啲羊白，你真系唔友善嘅。喂，黎明，你睇只羊哥啤住你，仲超你添啊！妒忌我靓仔？呢、這个叫山番，点解叫山番？好山番。山番薯有十个老婆啊，全部都是老婆嚟噶，只羊大把老婆啊，使鬼妒忌你？而家轮到我妒忌啦，系我真。而家我哋就等呢位达嚣先生帮我哋准备啲羊食嘅饲料啦，咁我哋就可以开始喂食啦。
哇，你睇都系用啲新鲜嘅草织整织喂嘅喎。你睇啲羊食得几开胃，唔知系咪靓仔喂咧？啲草啊特别好食。喂你就喂啦，咁多嘢讲。好忙啊，你好忙啊，好忙啊，好忙啊，好忙啊。啲羊仔就惨啲咯，爬唔到位食。哇咩啊咩啊，打交道打发时间。喂，你睇啲羊仔个角仔几得意啊！咩啊咩啊咩咩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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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啦，羊就喂咗啦，相又影埋啦，唔好响度阻住啲羊开餐啦，系时候走啦喂！咩咁快走，唔坐到喊咩？